走。啊，因为听到这首歌就离开了吗？啊，有门禁哦。几岁了啦？好啦好啦，原谅你好不好？我赦免你的罪，但是下次来一定要待到三点才可以走。好啦 ，OK 啊，你知道吗？你们这样离开，对我来说，好啦，原谅你了，心来一百回了，拜拜。一起去吃的。Thank you.